姐姐，你醒了。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喝断片了？那姐姐还记得昨天晚上对我许下的承诺吗？嗯，我是喝醉了，又不是老年痴呆。昨天还说爱我呢，今天就变心了。嗯，你又找打。快吃吧，姐姐。你吃了吗？我吃了。好吃吗？嗯。欢迎光临一生只送一人的地儿。一会儿来医院天台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。思雨姐，和你分享我的好消息，阿宇哥哥和我来定制婚戒。小朋友，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秋雨，你把这个给团团吧，我有事情，我先回去了。许巍，嫁给我吧。让我们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有别人、没有束缚的地方，好吗？你一个已经要结婚的人，跟别的女人讲这种话。不知道的，以为你要脚踩两只船呢。结婚？我没有啊。白晴玉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和秋雨在一起。你能不能不要再骗人了？什么股权转让，全都是假的。我已经查到了，那份股权转让签的日期是在我们在一起之前签的，所谓的交换条件根本不成立。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那些虽然是借口，但我和秋雨在一起是真的。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我和秋雨是真的。不可能，你根本不喜欢他。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具体细节不用给你描述了。我不信。信不信由你，你已经要结婚了。没必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。许巍，无论你是不是接受我，我都希望你不要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。我不会娶云莎莎，我会一直等你，直到你获得幸福。晚上的宴会我陪你一起去，
我们穿这件好不好？不要，没有好看的衣服。微微，别再折磨自己了，我们振作起来好吗？可是我爱他，我不想离开他，但我们不能在一起。每次我看见他靠近我，我就忍不住靠近他，我不想离开他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微微，你不是无路可走，我可以带你，我们一起出国，我们离开这里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走。你必须走，白青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如果再在这里，只会让你自己更加痛苦。我现在就订机票，我们明天就出发，好不好？如果想要彻底离开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姐姐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以后你就出国来看姐姐吧。嗯，姐姐走了，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。啊，当然了，只要姐姐肯开口，不管任何事情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你，秋雨。带棒棒糖了吗？哦，带了。天爷不让你和阿宇哥哥在一起，阿宇哥哥终于是我的了。我说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现在白晴玉还不知情。如果你想让他乖乖跟你结婚，你还需要给他更大的压力。那你说怎么做？事成之后，再给你另外一本酬劳。501，快走，快快！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快！我真是不想让你后悔。白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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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下去了，白医生。藏起微光落在背影里，街角的落单墙衣，手留情绪，在夜空里月的轨迹，缝补着未悲伤疗愈，想靠近的勇气驱散我的逃避，转动又相遇，命运勾定回忆，爱太错手不及，
相思里那个你如星辰闪耀过去。